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亲爱的上帝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跟隔壁的朋友说：很高兴在这边遇到你，很高兴在这边遇到你。现在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第一首敬拜诗歌《飞》。大概是这个，它会跑出什么？Hallelujah, Hallelujah, 敬拜叫我来赞美你。
诗篇八十一章第十节这么说：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们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们充满。现在我们来张口来唱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。中心耶稣，世界的中心耶稣，万物都归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。你是荣耀君王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。向你来呼求，现在还没有受洗的主，他们今天要在你的话